好，暑期呢要临近尾声了，那娱乐圈的夫妻情侣档们决定要抓住这夏日最后一点美好的时光，出来要晒一晒他们的恩爱，顺手呢来虐一虐那些寂寞的单身汪们哈。而大明星他们秀恩爱的方式呢也是各具特色的，不带重样的。不过再各种各样，其实都秉承了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不甜蜜不开心，最好甜的齁死你。无数少女怦然心动的著名玛丽苏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终于上演了华丽丽的现实版。昨天有网友在上海一家超市内偶遇正在牵手购物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， 脑补一下当时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。就要这些吧。嗯，好的。你平时啊就应该多吃点无花果坚果什么的，别老喝酒。看着 baby 甜蜜的笑容和教主一脸宠溺的表情，满满全是戏啊，再加上浓浓居家感中掺杂着的时髦街拍范，颜值和恩爱度齐爆表。各位看客，让我们一起干了这碗叫做秀恩爱的甜汤。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男人中最完美的一个，对，非常高的一个评价，对，要不然也不会选他。陪太太买日常用品这样的小事也要亲力亲为，目测教主已经开始努力修炼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上海女婿了。也要分分